近视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smay。这一集呢，我要跟大家聊呢，就是关于我的 YouTube channel 已经改名了。OK， 所以为什么会从 Cosmic Mod 改去了 Cosmic TV？ 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我读一下 Cosmic Mod 也是觉得有点不是很太顺的原因，然后我想要改一些比较容易大家容易记的一个名字，所以就改了 Cosmic TV。那么读起来也比较顺，所以呢就confirm会用这个名字了的啦。那么我们先来观赏一下我的新 intro 吧， Let's go。 OK， 我知道是改，我知道跟之前那个版本没有差别，我知道。好啦，咁咧，关于玩具介绍咧，我今日集亦都要同大家讲嘅。点解我忽然之间讲广东话呢？如果你有睇玩具介绍，你就会知噶啦。如果你没有看玩具介绍的，就不需要看这一部分啦。OK， so 咧，咁之前我带大家会拍玩具介绍啦，咁咧亦都会慢慢出噶啦。个片已经拍咗嘅，不过咧就系未剪接嘅啫。so 咧，迟啲我就会掟翻上网update 翻噶啦。OK， so 系咁啦。OK。这样子哦 ，Cosmic Mock 的名字已经改了啦，改成 Cosmic TV。那么当然，全部我的 Facebook page 还有 Insta 都会改成 Cosmic TV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追踪我，看我更多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照片啊，或者是去关于我的 channel 之间会拍些什么东西啊，那些 news 那些之类的呢，你们都可以去到我的 page 和我的 Insta 那边去关注我啦 ，OK。So, 另外一样东西也是今天我需要跟大家交代的一样东西，就是我迟点可能会在 VOOV 做 live， OK， VOOV， OK， 你们跟着这个东西去到的， OK， 它是在 App Store 跟 Play Store 都有的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下载先，然后到时候我做 live 的时候就一定要看我的， OK。OK， 至于几时会做 live 呢，我就不太说了。但如果我要开始聊的时候的那一个星期，我会在我的 page 跟 Instagram 发布给大家知道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想跟我做互动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非常好的 moment， 你们哪里可以错过？所以呢，就下次公布时间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啦，就在下一次 live。直接跟大家见面，那么呢也希望可以跟大家聊得开心，然后也可以让我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。那么呢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